子瑜动轻刘海新造型，粉丝惊呼女生好可爱。子瑜以往的造型很少会有刘海的打扮。TWICE 才刚结束日本演唱会，官方 IG 就公布彩英跟子瑜的新造型，两个人烫着蓬蓬的泡面头，子瑜甚至留着超空气刘海，新造型引来粉丝惊呼好可爱。子瑜甚至贴心用中文发文表示，没试过的造型，用我的小毛发卷成的刘海。不过也有粉丝笑说，虽然子瑜新造型很像洋娃娃，但是这样的发型也只有子瑜这样的高颜值才能驾驭了呢。